情爆發一年，呢一年我哋經歷咗無數次限聚令、禁堂食、口罩令，到啱啱過去嘅星期六，抗疫咧已經一整年啦。香港人首次經歷封區禁足。史無前例的封區地點就在近三星期累積出現過8宗確診個案的油麻地佐敦。剛剛政府在今晚7點又再次封區，地點就是在碧街和東安街一帶。現場看到畫面，警員已經在現場那裡駐守住，又拉起了一些流動的鐵閘，看到已經設立了一些帳篷為居民做一些登記。政府會為這個區內的居民做強制檢測，大概目標是明早6點就會完成所有程序。現場看到大致的秩序都是良好的。說回今個星期六第一次的封區，政府就是動用了超過3000名的政府人員，兩日內為區內7000個居民做檢測，揾出了13宗的確診個案，成效理不理想呢？究竟為何會有封區這個決定呢？就要由月初出現小型爆發講起了。油麻地新田地街陆续出现确诊个案，政府早在1月8日就已经将新田地街26号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到了1月12日就再扩大范围，新田地街20至26双数号的单位的住户全部都是要强制检测。去到1月19日，政府就是在油麻地指定区域的确诊人数已经是超过100宗了，当局再划定这个核心区域，要求70栋大厦全数强制检测。去到1月23日，即是星期六凌晨封区的范围里面，其实见到有不少大厦一早已经被政府纳入强制检测名单。而根据政府公告，其实封区之前超过20000名市民已經在油麻地檢測站做了檢測了。封區之前一日突然傳出這個消息，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政府會怎樣安排。在上星期五有消息傳出政府將會在油麻地佐敦一帶封區，但究竟幾時封、會封哪裡、幾大範圍、會封幾耐，住在那頭的市民都是估估下。有印度裔廚師收工回到在廟街屋企，說看到新聞知道可能要封區，但不知道會影響多久。他說老闆問怎樣安排人手，他都不懂答。If suddenly lockdown, so it's a very big trouble for us. Suddenly lockdown, so we have a no pay leave. So company will not pay for that. 到了深夜，有工人運送食物等物資到已經關了的吳松街臨時熟食小販市場，亦都有警員凌晨到場準備拉起封鎖線，有人就執拾細軟離開。到了凌晨4點，政府終於宣布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 599J 章，圍封佐敦指定區域，範圍涉及吳松街、南京街、炮台街、金粟街，指明受限區域內的人士需要留在處所，並按政府安排接受強制檢測，目標是約48小時內完成行動。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是同其他官員星期六朝早去到現場巡視，他說政府需要調配人手和準備檢測站，凌晨四點通知已經是最短時間，又希望通知時間越短避免市民逃走，也都希望影響居民最少，但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在封鎖區內的居民星期六一覺醒來發現已被禁足，街上面都是穿著全套白色防護衣的檢疫人員，馬路泊滿警車，大批警員駐守住通道不給出入。政府為居民提供食物包，但有居民說屋企根本沒有廚具。你有很多劏房戶根本沒得煮食的，是真的回來家裡睡覺，你這樣不給人吃，只給白麵包或者杯麵，兩日哪有這麼多杯麵啊？在家裡又不是闊那隻，是不是得過幾平方，我們兩仔拿吃兩日的即食麵同埋啲麵包，但你俾到嗰啲罐頭魚我哋咧，我哋又開唔到喎。喺封區期間，政府進行咗一共3650户家訪，其中約473户冇人應門。最終有約7000名居民接受檢測，發現13人樣本呈初步陽性。佐敦受限區域星期一凌晨解封，比預期早咗幾個鐘頭。封區期間，政府人員逐家逐户拍門，找到200多個之前沒有按要求進行檢測的居民。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今天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就說，有九成多人做了強制檢測，可能已經找到大部分隱形傳播鏈，如果自發參與率高，其實未必一定要強行封區。咁封區之後兩日啦，即係24和25號，一共就有149人確診。咁今次封區揾到13個人，佔唔夠一成，即係有九成嘅確診人士並非嚟自封區嘅居民。有人會問啦，封區係咪已經過咗時機咧？同樣係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學系教授袁國勇就話：如果未出現太多個案就封區，有人會話係擾民。太遲封區咧，有人就會指責係後知後覺，咁所以係走鋼線，希望市民可以體諒。今次封區另一個爭議就係消息提早一日流出，但係咧又冇公布回點安排，導致咧唔少居民預先離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亦都承認呢一點㗎，答應咧會總結今次經驗，完善一啲。又話政府咧已經盡力做好，但係抗疫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咁相對於喺九月舊年做咗178,000嘅普及社區檢測咧，當時揾到45個個案，那個揾到嘅比率咧係0.0025%嚇。咁所以即係你一係就乜嘢都唔做啦嚇。即係如果要做某一種嘅檢測去揾出呢啲隱形嘅傳播鏈咧，呢一種比較聚焦嘅做法咧係有用嘅。政府星期六凌晨突然圍封佐敦受限區域，特首林鄭月娥形容今次行動成功，整體是暢順和有成效。過程中市民又怎麼想呢？經過一年的疫情，政府和市民在防疫方面的溝通又做成怎樣呢？我們就請來公共事務顧問盧子健你好，以及媒體分析員 Terry Young 一起談一下歡迎兩位。講下今次政府圍封佐敦那個溝通成效是怎樣呢？第一，我想先天不足，即係市民對政府嘅信任唔好低嘅。咁第二咧就係話，其實成個行動咧，你做嚟為乜咧？這個其實由頭到尾都唔係好清晰嘅。咁所以咧，就算今日即係特首話有成效咧，如果你目標唔知係咩咧，成效其實好難去做一個量度嘅。咁呢個咧就係最大嘅問題，我覺得。咁當然有其他啲比較係次要啲嘅問題，就係話市民嗰、那個。感受啦，官員係咪能夠同佢同步啦？有冇同理心啦？咁如果黃藍兩邊佢哋見到政府封區嘅反應，其實好唔同。藍嘅嗰邊咧，睇建制媒體咧，都係鬧政府你封區，但係你做乜咁早放風出嚟，等人走咗啊？黃營嗰邊鬧咧就係話：喂，你做乜嘢封完區之後，然後啲人走完，咁咪又係散播出去咯？結果咧，你睇建制報章同埋呢個叫做傳統嘅大報啦，其實連續星期五、六、日一。的報紙都是罵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封區。對於現在市民來說，其實溝通首先有一個大前提，就是互相理解，不理解是溝通不到的。由市民上年的2020年的1月開始就已經在撲口罩上封關，到2月開始已經有醫護封關，但是醫護罷工要求封關，但政府覺得這個是一個政治決定，到最後就是你不封關，然後之後發生了很多事。剛才 Terry 也說得對，就是你沒有封關，因此就輸入了個病毒。咁就四波疫情啦，香港其實啲研究都顯示到咧，四波都係輸入嘅。即係林鄭月娥今日都講到就話，即係嚟緊一定會有一啲即係突襲式嘅，即係一啲即係封區啊呢一啲啊。呢個講法其實會唔會嚇親市民？定係即係佢都係講事實嘅？咁你除非就當香港嘅市民咧係一班完全唔需要解釋俾佢聽嘅市民。總之我想你南就南，北就北，屋企屋企，出街就出街。但係香港的社會不是咁，即係我從嚟幾十年、百幾年都不是一個咁樣的社區。你咁樣夾硬去做咧，只有弄巧反拙。要引起市民恐慌就一定噶啦，因為個恐慌不在於喂你話全世界坐定定喺度，然後你又封咗關等你全民檢測嘅，可能冇咁大反擊噶。但係個大前提係你冇封關，所有嘅溝通都會失效嘅。反而講呢個溝通嘅問題，我諗市民好多都有一種感覺，就係話如果政府推行某一個政策，你都係想比較硬淨啲嘅，即係想叫做雷厲風行一啲。咁係咪而家啲可能唔跟嗰啲社交距離規矩嘅人，或者係強制檢測唔跟嘅人，如果有犯嘅，係咪應該先呢啲人有更加嚴厲嘅措施去對付咧？我見到好多次嘅爆發咧，都冇效果喎。
佢乜乜群組乜乜群組咧，全部冇後果。然之後咧，就無辜嘅百姓咧，就一齊去陪去承受嗰個後果。咁個市民嗰個感覺咧，就好難接受你突然間突襲我，跟住話俾我聽，你冇賠償啦，對唔住啊，你唔好坐你諒解啦。咁我諗市民好難接受咯。同埋自由同限制係一種相對概念嚟噶嘛。即係如果你市民就同佢講，如果你要禁。如果我要禁，點解佢唔使禁？同埋即係建制報章咧提出一樣嘢，就話不如要仿效北京，因為北京同上海而家有小型爆發啦，咁所以咧就要遷就兩會，兩會就唔改期噶啦，咁所以咧就要全管理式封鎖啲街道，咁就話可能有一個幾條街咧就有啲叫做輕微確診人數嘅話咧，就全部封曬佢，咁然後咧就好快就清咗零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唔係香港可以參照嘅概念嚟噶嘛，同埋每次有一啲限制，網上嘅反應就好大。就係、是、喂，你係咪又想即係好似全民檢測？點解到而家都推唔喐？因為大家都覺得你想攞嗰啲 DNA 有啲圖謀不軌啊嘛。因為即係林鄭月娥即係都有係做就係話即係疫症爆發即係超過一年啦，佢就話即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咁樣。即係成個關係同市民嘅關係，其實喺即係疫情期間咧，即係政府同市民嘅關係有冇拉近到？而家香港咁嘅狀況咧，個個人都好苦啊！你唔好同我講更好又最好。嗯有冇咁差？而家講緊，即係如果喺呢個程度上面已經有好大差別，咁變咗市民就即刻會諗，其實官感唔感受到我嘅嘢咧？佢哋生活係咪好唔同咧？你圍嗰幾個嗰條幾條街，除咗要揾疫症嘅病號之外，其實又污糟又邋遢，有咁多清潔衞生問題。平時有冇做嘢咧？政府，你喺個禮賓府，你好多高官住嘅地方都冇呢啲問題。咁所以大家係咪同心咧？所以。在表達呢些説話的時候咧，撇開咗究竟係咪道理上啱唔啱，其實都是一個唔適宜嘅講法。同埋，我記得上年疫情有一個很經典的事蹟啦，有很多戶外工作的人士咧，就要在公園度淋住雨食飯。咁然後八月啦，咁啊負責個局的局長出嚟接受又係港台嘅訪問啦，咁就話啦我哋真係開咗咁多次會，都冇人提過，原來有咁多人戶外工作嘅。咁呢個已經唔係溝通問題啦，佢連民間做緊乜都唔知道。有啲錯失咗呢、這個即係拉近同市民，即係同心抗疫啦，即係利用今次。我覺得係，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睇全世界唔同嘅政府咧，抗疫咧大多數令到個政府民望升，多數政治領袖民望都升嘅。二叔有幾個嘅啫，一個就係特朗普啦，咁佢好特別，因為美國係分化得好緊要。另一個安倍啦，咁安倍都係因為佢係叫。日本很久都很立的，所以被人批評得很厲害，什麼都不做，還有就是香港了。特朗普和安倍現在下台了，問題是香港的是這樣，那大家都心裡想到。本來香港是一個很政治化的階段，我覺得如果他真的很果斷令到香港清到零，現在可能不存在中間派了，那時候可能有一點叫做淺藍或者淺黃的人，他容易一點拉回中間位，如果在2020年的1月開始到現在都抗疫成功，你做到台灣，但他沒有這樣做到。政府做事咧，先唔好諗咁多，即係自己想攞分啊呢啲嘢先，因為咁咧，其實永遠反而成日都攞唔到。而家最緊要頭先講嘅，就我同阿 Terry 講，就係你呢個抗疫裏邊咧，先同市民感受同步先。你同我同一步咧，然之後咧，大家一齊諗點樣去盡量去避免個社區嘅擴散咧。今日咧，多謝曬兩位。經過一年有多的抗疫，大家很多時都要留在家裡。 Amy， 你通常留在家會做些什麼呢？留在家可能看電視、上網、看書這樣，對付這個抗疫疲勞的確是有些寄託。都是的，我有一個朋友很喜歡韓國明星元彬，疫情期間他又再翻煲所有由他主演的電視劇，陪他度過情緒低谷的。長期面對疫症，大家情緒難免都會受到影響，娛樂的確可以讓大家唞一唞。姜濤，最年輕的我最喜愛男歌手。不同音樂平台都會在每年一月頒發流行曲獎項，今年出道得兩年，21歲的本地歌手姜濤得到大獎，除了網上熱烈討論，亦令到不少人留意翻香港樂壇。民眾可能一定會講姜濤值唔值得呢個獎啊，或者點樣？但係點都好，我以後會用作品説話。姜濤之後話：知道自己實力未夠，但係會用自己嘅作品去保護自己嘅粉絲。呢一班粉絲大部分都比較成熟。亦都有媽咪級，佢哋叫自己做姜糖。我做咩要我
光啊！我要佢光啫嘛，佢最好越光越好。啊！陣間度咁都好啊！每一晚咧，小朋友瞓咗咧，我就會上 YouTube 嗰度揾佢啲片嚟睇啦。疆土不紅，天理不容。因为疫情不可以举行大型聚会，一班姜糖夹钱租了个户外荧幕播 MTV， 等大家可以一起去打卡庆祝。因为我不是日日都可以出来的嘛，又有家人肯帮我看着小朋友，我出来几个钟，我当然要珍惜这个时光了。更加 Africa 有一对仔女，她叫自己做妈妈糖，她说自己向家里拿了假，带了道具来打卡，做翻古灵精怪的自己。呢只小姜姜，呢只系小桃桃，好开心噶！即系你好多年都冇试过咁样玩公仔咯。咁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特别有嗰个心情会同佢打扮咯。我哋呢啲妈妈粉系无端端就笑嘅，大家都系噶，喺屋企攞住两毫卵笑，屋企就知道你睇紧姜图噶啦。你咁支持佢啊？咁仔仔都支持佢噶啦，系嘛 ？No， 佢吓醋啊！我成日睇佢冇时间陪我咯。Eva 已经退休，她说自己70岁追星，但是一点都不尴尬，还依然有十几岁的情怀。我们都有一个群组叫做50后追星群组，大家都是不是很后生。我们多数叫她姜 B， 我还有喜欢她很多东西的，我们一班人都不是話淨係單純中意佢靚仔嘅，我見到佢，我以為我自己十幾歲啦，根本我都唔記得咗我自己幾歲。因為社會形勢加上疫情，呢一年嚟冇太多商場舉辦活動，呢一日難得有活動 ，Eva 好開心可以出動為偶像打氣。唔使啊，變成踎喺屋企咁憂鬱咯啲。我睇見好多人都話：哎呀，一日到黑喺屋企啊，好憂鬱啊！咁我又唔係呢啲人嚟嘅。誒，佢會唔會喺呢度搭車嘛，追落停車場咯。姐，個位俾我哋，個位俾我哋，辛苦咗。拜拜，姜糖。好開心啊！終於都見到佢。阿比一向关心时事，甚至会创作社会运动歌曲。他说没朋友信他是姐姐糖。我的朋友知道我喜欢是打了个突的，是啊，所以他们是蛤姜涛啊，你认真的？无论他的声线、他的唱腔、他跳舞 OK 啦，但是不是说最 top 那些啦。樣子我會覺得是這些襟體樣子，對於我來說，因為呢我是一向喜歡濃眉大眼黃子華那些咯，我就只能夠解釋給他們聽，就是喜歡這些東西就很難說的，突然那一刻喜歡就喜歡了。由我見到他在個電視上出現的時候，我對眼就已經 lock 實咗佢啦，無論幾大棚人，我都淨係見到佢啦。
當你日日見住嗰啲令到你想掉爛部電視嘅嘢，令到你想掉手機嘅嘢嘅時候咧，即係 notification 一響，哦，又拉咗幾多個，即係攬手就想掉爛部手機嗰時，係你需要一啲嘢去中和翻你自己每一日嗰啲好嬲怒嘅情緒啊。佢喺呢個時候出現咗，而呢個時候你又好需要心靈上面有啲安慰，有啲嘢令到你開心，即係呢啲係會令我覺得係日頭睇咗好多唔好嘅嘢，但係呢個世界仲有啲好好嘅人，呢個世界仲有啲好單純嘅人。我自己咧就嚟過好幾次噶啦，你哋未嚟過噶嘛？未嚟啊！一次都未。心理準備，超叫嘅心理準備啊！哇！哇！我就真係會有人覺得，喂，點解你好似青春咗啊？多咗啲光彩啊，或者比之前更加有活力啊咁樣咯。我叫咗佢寫非洲，跟住佢就話：你真係叫非洲王。我後生不嬲咧，都係一個好活潑啊，好古靈精怪啊，係好中意玩嘅人嚟嘅。咁但係當你長時間湊住兩個小朋友嘅時候，我唔會自己對住埲牆無釐啦間喺度玩噶嘛。係啦，咁可能我會將我以前過往好調皮嗰一面收起咗咯。即係之前我都冇諗過啊，會唔會有一個機會將嗰個自己放翻出嚟咧？因為喺姜圖未出現之前，我係覺得啊，嗰、那個我已經唔見咗啦咁樣。咁但係真係好開心咯！入咗呢個圈子之後咧，啊，我能夠可以將嗰個我自己好調皮嗰個自己釋放翻出嚟喎。咁係真係好開心嘅。在我自己嚟講啦，當我走出嚟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我就會享受呢一刻嘅時光咯。我唔會理咁多人會笑我啊，會唔會尷尬啊，會唔會咩？我冇呢啲嘢嘅。係啦，我淨係想享受呢一刻嘅時光咯。同埋珍惜呢一個機會咯。跟住你就好似啊，哇，插滿電啦咁樣，翻到屋企你又會再以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去繼續照顧自己嘅家庭咁樣咯。我諗翻我自己19歲嘅時候喺度做乜嘢咧？哦，我拍第3次拖，可能講出嚟佢會好羨慕佢冇拍過拖，咁但係我真係奉勸你唔好姜圖，我好後悔啊！如果我可以早少少好確定自己嘅夢想係乜嘢嘅時候，我唔會浪費嗰啲時間。可能我而家已經寫咗歌俾佢。我同佢講過，我話我一定要寫歌俾佢唱噶，我會好努力繼續寫。阿比本身好中意音樂，好想做全職填詞人，但係一直冇下定決心。直到成為姐姐糖，佢開始做更多創作，好似為偶像作咗首生日歌。當時有過百姜糖一齊唱。Chorus 之後嗰句你一笑，像漫天煙花散開，跟住係俾我估中咗佢呢個位會笑翻嘅，係啦。咁跟住佢都真係笑翻咯。但係其實呢樣嘢係我哋姜糖嘅心聲嚟㗎。你一笑，像漫天煙花散開，醫得好。我哋咯。佢係我減壓嘅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每一晚咧，小朋友瞓咗咧，我就會揾佢啲片嚟睇啦。好自然嘅，只要一睇到佢出嚟咧，你就會自己不其然咁樣微笑噶啦。已經令到我啊可以忘記咗所有嘅壓力啊，咁就好開心咁樣瞓覺咯，每一晚都係笑住咁樣瞓覺嘅。
我哋睇翻咧，油麻地碧街咧今晚封區嘅現場啦。我見到咧啲居民咧都係喺通道口嗰度啦，係等緊啊登記咧係入翻去封區範圍入邊嘅。咁其實今次嘅封區咧就係比星期六嗰次嚟得突然啊，咁範圍都係細一啲。咁好多居民去到現場咧先知道而家嘅情況。嗱，咁我今日嗰個封區嘅情況咧就預計會去到聽朝就會完成噶。咁今集咧我哋都睇到呢一度，下集再見。